Oh my god! Oh my god！ 超晃的啦！ 哦，不好玩，不好玩。好，哦，天哪！好玩一百块小费。哦，no！你买乖。哎，你手机卡碎裂，你买提出来啦，你也摔掉啦。伊这就晃诶，你看下有滴。哎，你手机买提出来啦。 我这有护着，我卡不进。哦，驾驶回来了，驾驶终于回来了，我们吓得要命。他怎么中间关了？哎呦！哦，大象超高的啦，又超晃的。 而且还让他们走楼梯，觉得很可怕。对啊，他们抬狗去啦。太危险了。对，开始学我们讲话，超晃的。哎呀，超恐怖的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Oh my god!、嗯 应该决定说我不做才对。我妈很怕。对呀。哦，我一路上喊Oh my god！我的妈呀！哎呦。这是大象的粪便纸。这一张200块。 上神，这个也没什么防护措施。啊！哎！哎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让你老婆拍，那就有美颜。牛上面有一坨东西耶，它脊椎啊。 拍照，帮你们拍照。拍照好。哦，那两只牛是，可能是在挡下坡的那个阻碍力吧。应该是说，就是类似牛刹车吧。